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豌豆豆，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愚人节的福利啊！不要问我是什么，你们自己看真容，没有错，我们是五 ADC。豆豆今天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打这一把，我不应该手残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一手残，然后我就出现了，我当时就是。很久没有打这个皮城了，过后我说我想，哎，我来一把皮城。结果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对的，你没有错，我发现了我们这边我因为我选完人，我有直接就是秒出去看那个就是多安图库的习惯。完了过后，等我一进来一确认，什么情况？我操你妈！啊，就是万千草泥马从我心中奔腾而过。我们这边寒冰、轮子妈、滑板鞋、红领巾以及领巾我，啊，逗逼的不能再逗逼了，吓得我呀，各种手抖啊，各种逗逼啊，哎呀，这把就是各种激烈啊。对面是常规的 ADC 和机器人，酿了。你们会在这一局看到豆豆是如何惨遭蹂躏的，如何手抖脚残脑抽筋的啊！你们有各种就不要喷我了啊，因为你就当这一局是福利好了啊，看看就好，不要大家不要这么认真。其实我真的是想啊，我他喵当时为什么不在传送嘞？没错，五 ADC 大家应该在传送啊，我们集体去偷他。哦吼吼！刚开始前面有一点点没有录制完，就豆豆给忘了开那个录制了。然后你猜我们的队友在说什么？来呀，我们中推呀，我们一起中推呀！啊，结果大家没有中推的成。啊，我杀了被丢回去了啊！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！点你啊！点你！啊，我应该站在最顶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点你！啊，是吧？他走！哎，心疼我小豆豆不？大家心疼我不？心疼我不？哎，我好在我们的这个，拿了一血。哎，我反正是很心疼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来打愚人节呢？想一想真的是很心累。好在其实我们这边轮子妈，他挺会用 Q 的，嗯，就是不怎么会用 E。妈妈桑，我真的不是黑你哦。因为血是挺满的，就是蓝莓都是啊是吧？你看，哎呀，我被干扰的这个脑电波呀，各种出问题。你看，这种都被机器人给拉回去了。啊，轮子妈，让我这个小心一点，我也想小心啊，是吧？我现在打这个局，我手都是在抖，各种抖。啊，刚刚秀了一个小操作，隔墙放啊，然后。哎，这边真有人说操啊操！哎，什么情况？脚印还很新鲜啊！我们是有素质的文明人，哎，我们不能太那什么啊！哎呦，看，哎呀，我们这边也是看一下小地图，上路寒冰追赵信去了，追到没有？能不能追死？啊，中路这边哎，上路还有流浪。啊，上路是寒冰打这个红领巾，啊，然后我这边走位其实有点激进，好想打大炮兵啊，大炮兵好贵的 ，Q 啊收啊41块钱收入袋里面还是很爽的，哇666666，啊看到哎呀，真想说寒冰杀了这个还是挺不错的，然后结果就被杀掉了，果断 Q。哎，我们的中单很溜哦，我们中单把这个滑板鞋把这个提莫杀掉了，但是我们下路其实两个发育的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也易用啊，因为其实我们下路真的很逗啊，要发育不能发育，然后结果还被人家压兵线，哎，而且豆豆还被干扰脑电波，我这把是各种贵的一个，哎。你看伤害都算不准，还被人家啊连 Q 的爱意，哎，果断一走，不然又被机器逮回去了。哦，好心疼我这个轮子吧，刚刚好不容易是放了一个，然后机器人的这个勾勾也出来了，马上就可以回蓝了，结果差一点
躲把那个钩子给躲开了，那就是把栏给躲开了。 你躲开不要紧，你躲开你应该把这个钩子先用到，然后就哎哦漂亮，这边很有意思的在红这边抓了一波，然后看到赵信，然后这边和红领巾和这个是一块儿来包抄他，那你肯定死啊，你不用想的肯定死。他这边寒冰直接是哎想上没用，这前期 ADC 英雄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，就可能后期就很乏力了。没事，我们就是打福利局，我们就打着玩的。大家看看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怎么直接来我路了？那我要去中队提莫的节奏吗？我打提莫打不赢啊，人家都五级了，我才四级。待会人家六级了，我还是四级，那好累的。反正提莫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哎呀，六级了，我他妈还是个四级的小渣渣，那肯定弄不赢啊。那让我来中干嘛嘞？现在、啊、我来中只能说是收收兵啊，其他的也不能干。哎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这个走位点的杂乱无章啊，擦个眼。哇，上路这么溜，已经把防御塔给摧毁了。果然 ADC 就是要爆塔，我爆的你心酸，我爆的你心疼。哎，其实我手长其实可以点他，但是提莫的那个毒真的很恶心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本来已经是这么恶心的一把这个5 ADC 局了，为什么啊我还能遇？你看，就是这个未命中，超级恶心，最后一下没有中。有方英雄以为击杀啊，我们的下路发生了什么啊？应该是轮子拉回去，然后这边被墙上啊，赵信来打野，跑不掉了啊！开了疾跑，赶紧跑呀！啊，还被提莫点啊，死了！哎，死不了！但是我这边也残了，只能回家。哎呀，你说明明这么高端的一把局吧，为什么就打成这样了呢？愚人节大家要不要玩这么嗨呀、啊？那我也逗逼一把吧。我，你们知道我要出什么吗？对的，没有错，我要出电刀。为什么要出电刀呢？呵呵，我就是想逗逼一下。本来我想出那个泰兰之剑的，但是逗逼了，没找着。啊，是吧？红领巾要死了！救命啊！看到没？那个赵信太贱了，他居然对红领巾用惩戒。就你知道吗？其实就是说，在英雄联盟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你不能对一个英雄用惩戒。除非就是抢人头的时候，除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对一个英雄用惩戒，为什么？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。惩戒是什么？惩戒是打野怪的，野怪是什么？野怪不是人。你用惩戒对一个英雄，你就是对他人格的侮辱，因为你把他当人看。所以啊，赵信的仇恨大了去了。待会儿红领巾要吊打你。待会儿我也只是这么想一想，万一是我们被吊打还不好说。反正现在我 CDC 吧，在中那就赶紧推吧，我们也就只能推推塔。没办法，打到其实这一局的后面我也是运气好，肯定是打不到的，肯定打到后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确实太脆了，人家直接赵信前排一切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啊，这边挺好，不是我放个夹子，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好，赶快是把他们第二塔拆了。现在因为作为 ADC 的优势就。不是大哥，我刚放了夹子，你不要这样眼残好不好？你不要直接踩上去好不好？我好没有自信的。本来想去拿一下啊，现在我们只有说去打一下小龙。虽然没人扛，但是我们好在攻击刀就是下路有滑板鞋，我只能说是哎，看到他的东西了，赶快去给他点掉。啊，但是他还是看到我们在打小龙，所以我只能装作是哎，我们看你，我被你看到了，我要过来哈，然后被他点一下，啊、然后我往回跑，啊，趁这个时间呢是啊，把他们的东西打啊，然后打一下蟑螂，哎、把蟑螂打了，省一个眼睛啊，是吧？要死了！果断交闪现，还是被逮到，没有想到我死了，往后跑。逗逼！哎呀，本来想说跟他跑一个相反的方向，可能还会活下来，结果不放过我，不要这个样子。我看了一下无尽，默默的，算了吧。啊，买一个草鞋，我是想，因为确实没有鞋子还是不太科学，我还是买一个鞋吧。
哎，这后期的劣势已经开始慢慢显现了。你看，我们这边普遍都是六级，然后对面肯定有，就是说，你看，这些机器人都是七级。因为你确实 ADC 你吃不到经验，你会很恼火，然后你就各种上不去。哎，提莫很烦啊，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各种烦提莫。本来这种局已经够雪上加霜了，然后你哎，你真的火上浇油还要。我这边让队友去守一下中和上，因为我们因为刚刚打团去了，这兵线被人家带上了。啊，这就直接团够，直接团过去，不然没法打。其实你这个时候真的不应该团，因为真的你应该就两路两路去带线，或者三路三路去带线，就大家，因为你打团肯定打不赢。哎，但是一考虑到今天愚人节，算了吧，我就只能默默的接受了。然后战女直接问傻逼，战女直接说傻逼，好吧，被骂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这边寒冰去追不敢追，我这边肯定是遇得到，遇得到你就死了，我给你对底开个大 Q， 看杀人了，是不是好厉害？呵呵，哎。这么近距离冲人家脸放大，我也是喝醉了。这真的就是一把各哎，我会给大家诠释各种奇葩的打法。看我们这边寒冰啊，死了。哎，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推下吧，趁着这个啊骑士大好，杀了对面两个人，我们赶紧把沙塔推了。其实 ADC 的可能就是好处就是能推塔，但是哎，下场其实会很凄惨的。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各种去推塔，然后这边我看一下提莫来下了 miss， 我只能说去我们队友是各种在下路做掩位啊，下路有两个人，我们肯定也是打不赢的。哎呀，不科学啊，不科学啊。啊，来三个人，那肯定是有车的噻！啊，被控了！哎呀，一点，没了！啊，傻！被机器人证实的感觉，真的一点都不爽，不愉快。赶紧跑！啊，没有技能，没有了。我，算了，我进草丛，我卖自己！哎，快来！哎，勾引，哎，就是勾引你！快来！哎，勾引三个过来啊，让我们队友。不要这个样子，我卖自己就想队友存活下来，你们这样是闹哪样？哎，算了，跟队友说一下，大家带带线吧，带带线推推塔就好了。他这边是活了一个，好，我也活了。然后这边复仇之矛说一个人带没用你大爷，你本来就是 ADC 又是加攻速，你看点塔很快的，你各种死没有关系，点塔呀，你兵线 OK 就好了呀，就带完一波兵就跑啊。啊，真的啊，心好累呀，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啊，只能说是把那个药也卖了。等一下，把鞋子等出来。现在是大搜查时间。哎，走吧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劣势了，哎，无所谓啊，福利局大家开心一点。我为什么笑得这么酷呢？好，这边想跟人家上，没办法，人家哎，你看我在草丛里等你过来呢，打不赢啊！你看，虽然残血又怎么样？放一个大招就打了。哎，然后肯定，我觉得我又要死，不敢上呀！你看嘛，这样这滑板鞋好溜啊！西瓜被带回去了，死了！啊，这个机器人真的，滑板鞋你的大呢？啊，他们装备快起来了，你他妈废话，死那么多次，人家装备还不起来，又被人家带线，又被人家拆塔的装备还不起来，这肯定打不过呀！本来就是娱乐局，哎，啊，为什么今天是愚人节？我
本来你想，本来今天愚人节，豆豆就是想说，那肯定有人要借着愚人节告告白啊什么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的愚人节会体现在这个上面啊。然后我看我刷朋友圈都是各种啊告白呀、啊，然后借钱呐、啊，然后家里边出事儿啊，家里边有喜呀、啊，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，什么结婚呐 啊各种各种。我还在想，哎，都没人给我发一个，是我人品不够好呢，还是怎么地？好，然后我就怀着欣喜的心态登了一把英雄联盟，结果我就发现原来我的梗在这里，他在这里等着我。不是愚人节，看来是不被愚的不太可能。他造型啊，我他妈一，我他妈一哪去了？啊，是吧？哎，想跟我，哎，闪现你，闪现，哎 ，Q 啊，哎，收个人头，收个影，呵呵，啊，残血了，回家，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各种回家，各种那个。啊，看到赵信的尸体销魂的爬在那个红 buff 那里，我都想出复活甲了，你知道吗？太疼了，被打一下太疼了。哎呀，就犹豫不决啊，就算了，就又想了一下，就算了。我既然逗逼，就逗逼到底。我啊，我现在就是出一把电刀，我再他妈出一把红叉。来，我们叠攻速啊，我们逗逼，要逗逼一起逗逼，总比那个什么啊，总比大家这个要叫愚人节大家愚啊。哎，真是六，没错。啊，这边去上路和轮子妈一块带一下线，趁他们在中的时候啊，我俩去把下路的线给他带了啊，丢个夹子，哎，对了。往下走啊，啊，风雨不再吧，心虽旧出发。这个星已经是睡成一半一半的，捡都捡不回来了。反正我知道，我们在这儿带线，肯定待会儿就有人过来。但是我的使命是什么？带线的拔线，带线的拔线。人家已经打到中去了，他们肯定在中，那我们也在下推呗。看呀，啊，来人。死掉了，哎，也不掉了啊！死了！哎，被赵信捅狙而死。啊，赵信一杆枪出住了，随后啊，什么？对着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你做出这么猥琐的事情，真的好吗？啊，各种出攻速，哎，心好累，再也不会爱了。我他妈的就不应该在愚人节打这个坑爹的游戏。就被这样子虐，啊！我没死。那有没有技术君来数一数豆豆这一把叹了多少口气？啊，人家中单也起来了，那个 ADC 也起来了，还有人家连人家这个辅助都起来了，我能说什么？啊，是吧？你死了，肯定死了，我丢个蛋你还不死？哎，追！啊，见到人头就上，啊，是吧？啊，被减速了，去呀！那算了，不行。哎，带下线吧，反正也快死了。嗯，反正提莫在这儿，我就绕一下，不敢往那个口出去。提莫肯定在那儿种蘑菇呢，他在那儿种蘑菇就特别的恶心，所以我绕一下。但是我猜待会儿会有人踩上去。超矮，我都发寒冰尿，寒冰尿，哎，他没踩到蘑菇，哎，还是不错。刚说完他没踩，他就踩到了，踩，我靠，我们也踩到了。小看帽子戏法，哎，逗逼啊，救命啊！哎，人家提莫不知道好开心，明明是没把提莫毙死，结果，然后对面肯定笑惨了，愚人节福利，对面五个大逗逼。豆真的是第一次打这个五 ADC 局，之前打过五 AP 局啊，结果那把是赢了的。结果这次打五 ADC 局，我看到这个阵容，我他妈都已经尿了，你知道吗？心中不会再爱。哎呀，可以出黄叉了。黄叉。好爹，还有1000多块钱，我就可以把红叉做出来。哎。感觉这是被人家一波的节奏啊，
看我们的血，看看我们的血量，再看看对面的机器人，我特么笑尿了。啊，寒冰先手大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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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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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机器人啊，你太可怕了！啊，是吧是吧？别别，上了上了上了。机器人好恶心啊！死了死了死了！结束结束结束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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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什么？还剩一个我们这边，但是我觉得已经阻挡不了对方了。好了，这一把我们投了。哎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把逗逼的愚人节解说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愚人节过得愉快，不要像豆豆这样遇到坑逼的队友啊，不对，坑逼的阵容啊。好了，愚人节快乐！